样去协助偏乡地区呢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，所以才有今天有了今天的这样的捐赠的仪式。但是用平板电脑这种最新的科技来去做大城乡这一个案例，是第一个案例。学生跟帮老师提高他很多的学习的效果，还有学习的，就把阅读这件事情当成学生的最基本的能力。公司还有管控，知道要做什么事情。那我相信通过这四五次的这个演习，要慢慢清楚说。一把按下去，他旁边请。好，接下来